Hello，声音好像还可以，大家听得到吗？好，兄弟们，兄弟们，我来了，兄弟们，兄弟们，我来了，看不到啊。哦，那个我还没切呢，别急。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兄弟们？啊，看得到了。现在只有九个人啊，只有九个人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是大家都出去玩了吗？对呀，我换了个耳机，你没看到吗？这个绿色的线。大家是猜一下这是什么耳机？什么耳机？今天玩什么？今天。你看到右边这个东西了吗？国产，不是国产，不是国产，不是国产。给大家看一下。叫什么什么蛇？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对，是雷蛇，但是它有一个具体的产品的名字，具体的产品的名字，我也忘记叫什么蛇了。我们今天人特别少啊，一直以为雷蛇是中国的牌子，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想法非常不错。看 C 勾去了，什么 C 勾啊？什么 C 勾？ChinaJoy 不是啊。欣赏，我也不懂。哎呀，今天没什么特别多的人啊。我们今天其实想播的东西还挺多的，但是好像。想入1999那款，可以啊。你是1999的哪个？是15还是17还是怎么着？
破绽屋里啊，你猜，你猜是什么？有，你猜，你猜1080啊？来，我们，哎呀，我们的摄影师突然来了，乱入一下，摄影师今天乱入了一下。你锁上了，给右拉是打开，给右打是打开。摄影师你走光了。你走光了，我来吧，拜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直播，我们摄影师今天有其他的事。你卡住。好。1060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大家看到了吗？里面装的是什么卡？装的是模子卡。哎，没有人了吗？都跑掉了吗？傻傻分不清楚，行，我把它拆下来吧。对焦清楚了。显卡坞多重啊？显卡坞不重啊，比机器轻啊。我们这是一张1080啊，1080。好，行，我们再把它装回去。今天玩啥？今天都没有人，今天都没有人，我都不好意思答对了发奖品，奖品啊，野路子主播没有奖品啊，兄弟们，大家装扩展坞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最后把这个供电给它插上啊，显卡的供电不要忘了。来看新款 A02 的，可以，没有 TTX， 有没有 TTX？ 房管，你送我一个 TTX 怎么样？没，如果使用显卡坞的话，外接显示器，对对，外接显示器的话就要用那个显卡坞里面的这个显卡。我要说什么来着？啊，对，我今天的声音大了吗？今天的声音够大吗？可以啊，啊，够，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耳机吧。那个之前那个冰爆的那个耳机声音有点小。啊，行。我们今天这样，今天因为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切这个视角可能会切得慢一些，切得慢一些，行。然后，我今天先开机吧。淫荡的声音啊，我不淫荡，我一点都不淫荡，主播一点都不淫荡，主播也不操粉，主播也不操粉，什么都不操。对不对？
一个这么正儿八经的主播，今天竟然只有16个人，我很伤心啊！我先刷波脸。哎呀，他不认我，算了，好了，认了。搞基吗？不搞基，不搞基。今天干什么？今天我们主要玩一玩这扩展坞啊，玩一玩扩展坞，玩一玩扩展坞，尴尬啊，尴尬，漏光。这个屏我自己用的不漏光，这是显示器，这边有个灯啊，这边是有个灯的，反光的，看到没？好比戴眼镜可以用吗？可以，可以，没问题，没有问题。你走光了，哎，走光就走光吧，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嗯，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看到我把这个扩展坞带过来了。17的色域怎么样？基本100%的 ARGB。刚说扩展坞，我们今天把扩展坞带过来，肯定是要玩扩展坞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大家用这个扩展坞，如果接内屏的话，可能效率会有一定的下降，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Tobi 好用吗？这个 Tobi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那个视频，昨天的那个视频我觉得非常好的演示了这个 Tobi 的一些作用。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把这个扩展坞用一下。大家应该看到吧？我眼睛朝过来，那个屏幕就变亮了。在哪？什么在哪？在直播公告里面。直播公告里面有一个那个 B 站的链接，你可以直接去把那个 B 站链接打开。视频发哪儿了？视频直播公告啊，我们房管把那个链接给大家说一下在哪儿看。视频对 ，Tobi 看起来很炫酷，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扩展坞吧。最近其实其他厂家以及这个，雷蛇啊 ROG 啊，他们都有扩展坞，基本都是基于雷电3的。那么雷电3的话呢，在总带宽上最多可以有4条 PCIe 3.0， 那么它最高的这个带宽可以到40G。然后这个我们这个 A02 的扩展坞呢，其实它的这个总带宽有8条，灯带可以关吗？可以关，自己想关就关，自己想关就关啊，想关就关。因为我没有看那个灯带，所以它灭掉了。这个都是可以关的。然后刚才说到 A02 的扩展坞 ，A02 的扩展坞。它其实总共有8条 PCIe 3.0 的带宽。那么这个8条带宽是怎么分的呢？4条 PCIe 3.0 带宽单独分配给这个显卡，单独分配给显卡，剩下4条是分配给这个 USB 3.0， 分配给 USB 3.0， 它总共有4个 USB 3.0 接口。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雷蛇或者说这个 ROG 还有其他的一些扩展坞，他们走雷电3的话，正常情况下他们的那个带宽都是共用的。那么他们总共一般是4条 PCIe 带宽，那么如果是显卡占的比较满的话，
那么可能它就会影响其他的这个一些设备，比如说像雷蛇那个扩展坞后面还有网卡，网卡一个的基本上要快占一个，要占一个，因为网卡的这个如果是全双工的话，上下行2G，这个速度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那么 ROG 呢？ROG 的比较鸡贼，ROG 比较鸡贼，ROG 是这样的，它机器上，就是说啊，它这个扩展坞上面呢，它有两个 Type-C 的接口，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是雷电3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只是一个，比如说你可以插 USB 3.0，也可以插 USB 3.1，它是一个 Hub 的作用。那么它这样呢，可以让显卡去用。去把这个4条 PCIe 3.0的带宽用满，这也是 ROG 比较鸡贼的地方。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就算他们再鸡贼，他们没有考虑过一个事情，就是说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不管是雷电三，还是说它的这个带宽有多高，那么它都是从 PCH，也就是从南桥分配的这个带宽，从南桥分配的带宽，全金封锁，全金 bug。我400块钱买了个什么黄金包，我现在玩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会不会被外挂虐啊？我真的没有兴趣玩这个游戏啊，我觉得玩了一会儿觉得好无聊啊，还不如去打这个 GTA 呢。啊，不能说 GTA，还不如打 QQ 飞车五呢。刚才说到这个带宽的问题啊，就是说，雷电三呢，它目前所有的这个带宽呢，都是从南桥去提供这个带宽的。那么虽然这一代南桥这个提升了不少，南桥提升了不少，现在打6折很划算，哎。讲道理，这个游戏我都不想去开一下。如果就是说，如果我自本来是这样的，这个游戏我本来是想试这个眼动仪的。那么这个我刚好去年的时候，我忘记什么时候了，就买了，应该是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这个游戏，一直没怎么玩。然后后来有眼动仪，刚好试了一下，哎，觉得这个游戏也就那样，没有什么意思，我就后来再也没动过。然后这次刚好新的机器上面带这个眼动仪，那就刚好试一下吧。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桌面上有这个游戏啊，很奇怪。然后说那个带宽啊，这个 ROG 是比较鸡贼的，它有两个口，一个口是雷电三，另外一个口只是一个 Hub 一个作用，它就会避免这个抢带宽的这个事情。那么像雷蛇就比较笨。今天测什么？今天测扩展坞，然后直播贴吧撕逼啊！直播贴吧撕逼。那个雷蛇就比较蠢，它只有一根线，那么它总共带宽就那么多，它还有 USB 啊，还有网口，那么它那个效率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打得比较多。最后我们说这个外星人，A02 这个扩展坞呢，最早是跟13一块出来的，但是最早13一直是这个 DRU，它 CPU 没那么多带宽可以分配，所以刚出来的测试，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显卡好，这个扩展坞好烂啊。然后自从这个15、17这个标准电压的处理器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玩这个扩展坞，哎，发现它效率特别高，尤其是外屏效率，外屏效率基本可以到满，就是基本可以跑满，这个是一直是比较可以说是黑科技的地方，黑科技的地方。那么，但是内屏效率可能1080p 屏上面还行，1080p 屏幕上面好像
1080p 基本能到90%、92.3%，还是可以的，还是能接受的。然后，那么这台机器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测一下。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尴尬，哎，又犯了，我又忘了今天要说什么。哦，对，今天我们试这个机器呢，就是17，我们的十七。十七的话，我这个十七是，再说一下配置，我十七是6820HK 的处理器，1070的显卡，32G 2400的内存，然后4K 的屏幕，然后还有这个 Tobii 啊 Tobii。然后1TB 的固态，1TB 的机械，差不多是这样。OK，我们先来验明正身啊，看一下这个屏幕啊，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屏幕，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啊，我这个屏幕是 4K 的啊。14K 的，OK。然后，那个我显卡扩展坞的这个电源啊，什么已经接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插上。哎，这个线没记错的话，应该在这儿。OK，大家看一下桌面上的这个。为了成功连接您的 A02 图形放大器，瞎鸡巴翻译。此时需要重启系统，您是否立即重新启动？是，啊是。等它重新启动完，大家听我这个扩展坞，是不是没有声音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的？有没有水友知道的？尴尬，啊，尴尬，很尴尬啊，无所谓。大家看到刚才屏幕闪了，它在装驱动。刚才屏幕闪了一下，直接把驱动装好了，又开始闪，咚咚咚咚。啊，对，咚咚咚咚。我这个系统是只汉化过，别的都没动过，驱动也都没改过。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显卡是什么，我们直接开 GPUZ 吧。直接开 GPUZ 吧，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这已经变了啊。GTX 1080，1080，1080，啥都看不见，啥都看不见，我也没辙啊。我们这个摄像机不是很给力啊。看到了吗，兄弟们？应该都看到了。就是我把这个扩展坞插上，就重启了一下，然后这个显卡就出来了。我根本也不用设置什么，也不用装驱动，对吧？
就是这么 easy 啊，so easy。然后接下来我们干嘛呢？我们还是很简单，先从最基本的开始。58个人了，人比较多了。我们在直播间的兄弟们扣波一，扣波一，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看到你们的热情，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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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啊，我知道你这位兄弟在，笑尿了，哈哈哈哈，笑尿了。第一，三二三三三三是吧？啊，要跑分的兄弟扣波一啊，扣波六啊。国航这几天有动静吗？我等了小半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戴尔的人，我怎么晓得？我觉得你问客服比问我有用啊。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摄像机呢？没有用外接屏，也没有用这个采集卡，就想告诉大家，这次的这个扩展坞的内屏有什么一些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1060没有啊，没有机器啊，野路子没有1060。我们就想告诉大家，这次这个新的机器接这个扩展坞，它的有一些什么变化？我们直接跑差分吧，我都懒得跑 P 分。3D11 嘛，3D11，有可能还不是那么准啊。我们先跑个这个3D11的这个差分。我们这个是4K 屏啊，4K 屏。我也不就我基本我好像是第二回跑还是第三回跑，我忘记了。1080啊，我们现在外接的是1080，使用的是笔记本的内屏，内屏并没有外接屏幕啊。感觉稳如狗啊。海淘月底到，啊，恭喜你啊，海淘月底到。我买那个显示器，买了12天，从这个美亚直邮过来。你也是月底到，可以，很溜。现在56个人，我这儿看的56个人。14号美航，可以，很厉害。有没有在国外的？有没有在国外的？有没有在国外的兄弟啊？你在国外啊？这么晚还看直播啊？现在凌晨3点，可以，很溜，谢谢。那个我的视频啊，我的那个，我前面的视频，我所有的我都上到 YouTube 了，很感动，很感动，我都上到 YouTube 了。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搜，我等会儿我把那个 YouTube 的直播链接我也放底下吧，就是录像链接，我也放到底下去。放到公告里面，大家国内、国外这个海外党就直接看视频吧，然后就没有必要守这个凌晨的这个时候看直播了。你在火星啊？你在火星哪个村？哪个旮旯？
用这个东北话，你在哪旮瘩住啊？对不对？东北话就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那个什么好像没有改，我把我的区域改一下。科技在哪里？科技，数码科技，数码，好，火星福建的，福建的，哦，原来你是福建的，可以，原来是福建的，兄弟你好，我是湖南的，湖南长沙地，像不像？说句湖南话来听听，我只会说一两句啊。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长沙人等公交车，是什么来着？国力国力嘞，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这个外接的1080啊，外接的1080，图形分，大家记住啊，我这次外接的是一个四，这个内屏是 4K 的呀，内屏是 4K 的啊。哎，摄影师，你进来找什么？找 HDMI 没有？拿一根新的吧。啊，对，我拿走了。哎，不对，是在那个桌子上面。没有啊，没有，那就不知道了。我们看一下1080的这个标准评测大概是多少分啊？哎，1080，哎，他妈的，1080首发评测，看一下。嗯。首发评测呢？妈的，首发评测呢？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 GPU 成绩啊，他说是9550，我们算一下，这个是3D11 啊，我跟大家说3D11的这个。3D11 的这个分数不准啊，3D11 的分数不准，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啊。附件，计算器在哪？尴尬，尴尬，计算器呢？呀，楼主的计算器呢？哎呀，操！这个很头疼。计算器不见了。17100 4K 7000多吧，7000多。他妈，我的计算器不见了，尴尬，太尴尬了。那我们找找。啊，在这儿呢。大家记住，这个是这个。3D Mark 11的，除以9550，大概是97啊，大概是97，这个是3D 11，大家记住了吗？大家应该都记住了。然后我们看底下它有没有别的跑分儿，3D Mark Firestrike，好，行，然后我们跑 FSE 吧。跑什么这个烂的意义，烂到不能再烂的这个
980评测，评测，像危机，三里面幺幺 fast 怎么是一家呀？这 IT 之家是吧？记住这个显卡的分数大概是10000多少。好，然后我们跑这个新13寸，不知道哎，并不知道。新13寸，并不知道。我们现在跑的是 3D Mark 13 Firestrike Extreme， 我感觉他那个分数略高啊，没有很那个什么呀，没有很合理的分数啊，合理的分数应该是10000，甚至不到。啊，这个屏幕怎么成这样？它应该是缩放到那个屏幕上去了，缩放到这么多。今天真的人好少啊，大家都去嗨去了，都去嗨去了。静静的等跑分，静静的等跑分。说句湖南话，那个一只耳卖火柴的一只耳，你是湖南人吗？是湖南人吗？北京的。好的吧，15世纪代际吗？有代际的版本啊，你可以去买。只是想听你说湖南话，我不是湖南人啊，我不是湖南的。什么时候跑游戏啊？等一会儿吧，我们先把这个分数跑完，分数跑完，跑一会儿再跑游戏呗，对不对？这是17，这是17寸。继续等。话说美航的机器不能在国内保修，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你的17R3 外接1080开机，每期开2次，正常，就是这样。插一下，他要先把那个内置的那个显卡屏蔽掉，然后才能去接这个，去把这个外置的这个显卡给这个启用。分数出来了，分数我们看这个显卡分啊。显卡分是9750，9750，9750，它
它这个是10000多少来着？我们再找一下这个计算器啊，再找一下这个计算器啊，10350，对吧？94啊，他写的94。我这么告诉他，这个，正常的这个1080大概在9800多分，9900。他这1万分不知道怎么跑出来的，好厉害呀！我再跑一个 Ultra 的试试吧。我接着说那个刚才美行的那个机器啊，美行的机器不知道，我这个看到几个消息是说这个以后不能在国内修了，看到好几个消息都说了，说这个不能在国内修了，然后又有说可以修的，我不是很懂，不是很懂。主播推荐买15还是买17？怎么说呢？相对就这仅仅用15和17这两个产品比啊，17的散热肯定是要好一些的。那么15的散热呢，会比17稍微差一些，但是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啊，有钱当然上17了。17屏幕大，舒服啊。但如果你觉得这个15便携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方面，你可以去买15啊。既然1070带不动 4K，那我买 4K 是不是只能用来看电影？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买外接屏幕啊，对不对？你可以外接一个，比如说什么叫什么来着？叫这个带鱼啊，4K 1080P 推荐那个啊。讲道理，我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我会买那个2K 的 G-Sync，就是2560那个分辨率的 G-Sync，高刷新啊，打游戏嘛，毕竟。如果普通用的话，没有预算的话，肯定是1080P 的 IPS 了。然后，其实，如果是自己用，然后学校又没有什么地方，还是买这个。等一下，这个比如说1080版本的，等一下这个带 G-Sync 的，区别大。iPhone 6分辨率也没高到哪去啊，苹果的这个分辨率一直很烂啊，一直很烂。4K 是1080的4倍啊，分辨率的4倍啊。iPhone 6才多少分辨率？1136乘700多。iPhone 4是多少？480×320，没那么恐怖的。这个苹果，我是果黑啊，我是个果黑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分数啊。4956，4956，4867除以4956，98啊。游戏是要装到，对，我自我建议游戏装到这个，游戏装到那个什么里面比较好。表，托比用上吗？预算有点紧张，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个托比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那个视频啊，就是 B 站的那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我忘记是哪一个了，但你看一下，你觉得那个里面的功能你用得上？那个功能你用得上，那你就买；如果你觉得你用不上，那就不用上，这是正常的。跟先说那个游戏啊，我建议游戏都放到固态里面比较好。因为游戏里面也没什么数据，现在游戏这个基本都是云同步的，云同步，所以游戏存档也无所谓，游戏存档也无所谓。然后机身的屏幕的可视角度和以及颜色，肯定 IPS 好，这个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的，这个 IPS 肯定要比这个。一般的机身屏要好，一般的机身的屏幕都是 TN 的，一般机身的屏幕都是 TN 的，很少有 IPX 的。IPS 目前只有这个哪儿的，这个其他厂可能有 4K 的啊，然后普通的75刷新的，没什么意义。75刷新有什么意义？有鸡毛意义？没意义，还不如这个外接屏，比如说外接像。Acer 的，像 ROG 的，他们都有这个 IPS 的这个机身，这个都是有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转换率大家在看吗？这个转换率大家在看吗？CPU 内存网卡有必要升级吗？网卡其实没什么意义，内存的话，一般用户16G 就差不多了。然后 CPU 的话，我觉得一般用户用670HQ 都没问题，一般用户都用 A6700HQ 都没问题。如果你非要超频的话，其实可以上620HK，但是其实，我因为。这代产品，它的那个芯片组从之前的 HM170 变成了这个 CM236。那么 CM236 呢，之前是可以给这个非不带 K 的处理器超频的，但我现在我没有 670HQ，我也不知道，所以比较头疼，比较头疼，不知道能不能超。如果之后拿到那个 670HQ 的话，2400和2667。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读取差10%几，但是写入好像差快30%，就是内存的读写，内存的读写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这个快慢。然后2400，哎，这个其实都自己买的，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是你哪怕你上个8G 的内存，然后回来自己买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个，比如说，我记得哪家有这个16G 的、3000的、2800的，你随便买，随便买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在测的是这个扩展坞的一个转化效率啊。我们利用现有的这个机器加这个现有的扩展坞啊，就最新的机器还有现有的扩展坞，里面上了一张英伟达的1080。然后，我们跑分基本跑下来，转化率基本都在96%以上，然后这次达到最高的98%。然后这个是内屏，也就是说，新机器啊，这代新机器，它在可以说是在内屏上已经解决了这个带宽的这个问题啊。而且我这个屏幕是 4K 的，这个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这个机器是 4K 的屏幕。所以就是说，这代机器呢，它可以说在扩展坞这个又进了一级啊，进了一级。主播我又来了，好，我们要多拉一些人气啊！现在到100人了，现在到100人了。新机只有2个硬盘位了，新机有一个2.5，有3个 M.2。2个内存条频率是不是不需要？不需要，
它会按低的走，芯片组是 CM236，服务器芯片组啊，服务器，小型服务器的芯片组，CM236，可以搜一下。就说这个内存条，它会这样，它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存呢，内存调的，哎呀，不好意思，内存调的，如果它的这个频率不一致，频率不一致，支持 read 零，支持，它有什么意义呢？内存频率如果不一致，那么它会按低的走，但是容量是总共的，容量是总共的。read 零早就支持啊，但是我觉得 read 零没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的固态硬盘速度都很快，read 零它容易丢数据啊，容易丢数据，所以不尽量不要去组这个 read 零啊。3个 M.2，对啊，2个2280的，2个2280规格的，1个2240规格的。对，这个你可以去看拆机，你可以去看那个拆机，就是我有这个昨天下午在 B 站上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拆机拆十七的那个拆机视频，那么它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 M.2 的位置啊。B 站 ID，看公告，B 站 ID 我们房管发一下。我们房管发一下，那稍等一下，我喝口水，好渴。如果你不知道 B 站 ID，然后你去公告里面有个链接，公告里面有个链接，谢谢你的雄鸡，谢谢这位初一妹的雄鸡。对啊，今天然后这个跑分跑完了之后呢，我们去跑一下这个游戏啊之类的。我们跑一下游戏，跑一下游戏。跑一下游戏，然后我们还是把昨天那几个软件开开。谢谢耶稣的和耶稣的这个雄鸡联机，谢谢。我们还是跑这个全境 bug 游戏啊。什么鬼？什么鬼？哎，头疼。那先看一下我们的主播机。真他妈是全境 bug，操！破壁游戏。
难逼游戏，我也是服了。估计要死一回，哎，我就知道，这个傻逼游戏挂了。哎，逗逼！大家以后这个游戏我也是服，哎，改个分辨率要改很久。啊，欢迎米卡，欢迎我们的这个骚包的。小骚男，谢谢你的牡丹花，谢谢这个格桑花丸鼻子的牡丹花。我操，这个字好小啊！我服。你们的声音地图没有了，头疼啊！不知道跑哪去了。全屏，哎，对，好，影像改为高吧，改为高。继续游戏。CPU 的温度现在。多少度？好像是50度。啊，对，等会儿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音箱。啊，大家看，我现在并没有动鼠标啊，我现在就昨天那个 Toby 的那个东西。好，我把 FPS 开开。我的 FPS 呢？在这儿。哦，这个游戏闪退了。我否，我把这个 on-screen display 这个字体改大一些 ，layout 字体太大了，字体太小。嗯 ，show value type maximum。音箱怎么样？我觉得这次这个17的音箱特别好，17的音箱特别棒。再开这个全景 bug 吧，全景 bug。这字还是比较小，只能我给大家念了。或者等会儿咱就外接屏幕，就外接那个采集卡给大家玩。现在 CPU 是50度，帧数是60啊，显示是 4K 啊，这个全境封锁开的高啊，垂直同步我关掉。
继续游戏。现在只有38个人看了，哎呀，头疼。今天人好少。46帧，30多帧，我们出去。前天评测的时候人好多，对啊，我不知道大家干嘛去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一直按着这个鼠标的 W 啊。我一直按着这个 W 啊，但是我眼睛往右边看，往左边看，往上面看，往下面看，它是不影响我这个人物的走动的。大家记得吗？这个功能，它是不影响我这个人物的走动的。有两个人在那，我们今天声音地图没有开起来，应该等会儿重启一下就行。这个帧数现在大概是47、8帧左右，50帧。显卡的频率是1.8G，显卡的功耗大概有170瓦，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这样的帧数，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高，然后把垂直同步关掉了，也就是 4K 下开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就外接了这个1080，以及在这次这个 4K 的这个屏幕上，4K 的这个屏幕上，它的转化率已经相当高了。然后还有昨天，其实我现在想这样，这个我们把这个扩展坞上面的那个 HDMI 接到这个采集卡上面，我估计大家会看得清晰一些。但是是1080P 的，我不知道这样大家是否 OK。可以的话，兄弟们给我扣个一，我看一下，我把这个接到这个采集卡上面，大家看得清楚一些。尴尬，啊，太尴尬了。好，我们这个玩鼻子，好，我们切到。二啊，二是什么意思？不懂，呵呵呵。好，行，我们这样吧，我们把这个那个什么换一下，切换一下，大家稍等一下，因为人有点少，对，现在人有点少。现在是几点钟？3:35，大家应该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哎，不知道跑哪去玩了。我们把这个画面切一下。我们把画面切到这个采集卡上面。噔噔的噔。
大家看到这个机器的画面了吗？看到机器的画面了吗？应该都看到了。我们看一下显卡，就是还是之前的这个1080啊。我先注销一下，因为这个字体不太合适啊，字体有点奇怪。字体有点奇怪，我注销一下，刷一波脸。每行汉化就可以直接用，对，每行汉化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就可以直接用了。咱现在看一下，我们外接了一个1080，我们外接了一个1080，然后我们再把之前的这些，把之前的这个那个什么接过来，之前的一些软件都打开。大呀，FPS、Fraps 都打开。然后我们，昨天有兄弟看吗？昨天大家还记得那个 GTA 的帧数大概是多少？我都忘记了。就是昨天我们用本机1070玩的时候，我们先不玩游戏。但是我们先不玩游戏，我们先跑一下分，跑一下分。我们还是从3D11开始。现在这个是外接品啊，现在这个是外接品。现在是外接屏，显卡驱动哪个版本的？我没有动过，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自带默认的，就是默认的，我没有动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PU 的温度50多啊，50。显卡的频率1.7、1.75，功耗175、180。就记得我摩托乱撞啊，这个我是菜鸡啊。那个打游戏我是菜鸡。90到105，差不多是这个帧数。1080P，就对我们现在这个配置，就是那个 GTA5 里面的设置，还是昨天的设置啊。然后我们等会儿可以跑着试一下，看1080有多少提升啊。我的驱动版本，我这个就是，机器到了之后，我就一直用这个驱动，我没动过，我没动过。这个外接的这个显卡也一样，我直接插上那根线。重启了一下机器就可以，就直接用了。我也没动过这个显卡驱动之类的。静静的看跑分啊，静静的看跑分。
大家还记得那个，或者哪个兄弟知道1080的 TDP 是多少吗？1080的 TDP，就是1080的宣称功耗是多少吗？我们等一会儿，这个3D11这个有一段是这样的，要等一会儿才会出来。有没有哪个兄弟知道1080的 TDP 是多少？哎，大家都睡着了吗？海外党，那个海外党，你睡着了吗？海外党。太厉害，180瓦啊，对，对，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这个，刚才最高也是跑到180瓦，哎呀，我这个分数出来了，9350，我们先漏一下。哎，这个他妈还漏不成！刚才那个是9000多少分？这是直播，是直播啊，是直播。我们现在这个是17寸接外接这个扩展坞1080外频的测试，内频的测试已经测试过了，内频的测试已经测试过了，9231。我们跑3D 3D 码13吧，9000多分已经基本就是说，我们这个扩展坞它的外接屏幕基本就是非常满的转化率啊，就接近100%的转化率啊。那么内屏的话呢，比如说我这个 4K 啊，我这个 4K，它的转化率基本在96%以上，96%以上。电脑还要1个月才能到，看这个真解读什么意思？解读是不想买了还是怎么着？哈哈哈哈。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帧数之外，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温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显卡的温度啊，CPU 的温度啊，显卡的功耗啊这些。1个月啊，等1个月，过瘾啊，等得太难受了，哈哈哈，看看过把瘾，可以可以可以，哎，那说明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挺有作用的嘛，大家可以先解解毒。还可以现场提问，这是最爽的。对啊，最爽的有没有兄弟送送渔网啊？对啊，主播骗渔网，主播需要生存。请问 M2 固态散热怎么样？这个怎么说呢？M2 一直都特别热，然后尤其是 PCIe 的固态，那么它上这个散热呢，其实是延缓，最主要的作用是延缓它的这个散热的这个也或者说叫温度的这个上升，那么但是如果说机器本身它的设计有对这个固态有风道的提供啊，谢谢这位兄弟的雄鸡啊，有这个固态的这个风道的提供，那么可以说
这个机器在风扇在转的时候，它是会对这个固态硬盘进行散热的。那我们这代17，大家还有15，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固态硬盘呢，它在这个位置上都是有这个风道提供的。那么前面那个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比如说像主板中间这个，以及主板中间这个2280和这个2240这两个位置，这两个都是直接风道照顾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去为这个固态硬盘进行散热。谢谢这位兄弟的牡丹花，谢谢。刚才说到这个散热，如果说这个固态硬盘的这个散热，固态硬盘散热有什么用呢？就是说，你的固态硬盘如果散热给力的话，它的这个持续读写能力会特别的好。就是说，它的这个持续读写一直可以怎么用支付宝充一尺？这个是我们外接的1080啊，外接的1080。支付宝充一尺，直接充值，然后支付宝扫码就可以了，so easy 吧。这个是10172，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的应该是这个，还不是，是这个吗？还不是。手机上好像只能用苹果账号，我操，这么黑！你用电脑端搜吧，电脑端直接登吧。啊，我们刚才这个是9750啊，我们算一下，9750，我们漏最新的这个9750除以。10172，96。那么外屏的话，可以说，要比内屏的效率更加高一些。那么外屏的效率基本就是100%的这个显卡的效能。那么内屏的话呢，可以说是基本在96%以上。其实，而且我这个这次的话，我这个实际是4K 的，那么它也不会说像。上一代机器那个分辨率本身屏幕分辨率越高，它的那个转化率越会下降的比较厉害这种情况，所以这次也是这个扩展坞比较厉害的一个点，它这个转化率特别高，转化率特别高，转化率特别高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打一打昨天的那个 GTA 五，昨天的 GTA 五，啊不对，打 GTA 五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我没有看温度啊，我们的这个记录温度呢？温度记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话，CPU 温度最高。才60多度，才60多度。就我们刚才跑分啊，以及玩游戏啊，这段时间它的最高温度才60多度，这个很厉害，61、60、62、3。我们再开这个 GTA，我们再开 GTA，还是昨天的那个设置啊。这个耳机是这个喇叭声音很大，他们很喜欢。我这个耳机把我们摄像师的耳机拿走了，我们摄像师非常气愤，非常气愤。
好了是吧？行，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那个是不是这个参数啊？我印象中 MSA 是开了二，Vsync 是关掉的，配置应该是可以通上了。对啊，Very high，这也是 Very high，Reflection，哎，我都忘了他妈的这个 GTA 这个东西又变了。我很头疼，我很头疼，嗨，very high，哎，我也忘记了，妈的，智障。好了，先就这样吧。然后 advance 这个是开的长音，我们进吧。哎，其实不能说台式机优势大不大。这是十七外接显卡扩展坞，接1080，然后外接显示屏。刚才说这个台机啊，不能说台机优势大不大，只能说这一代帕斯卡的显卡，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差距没有以前那么明显，没有以前那么明显。或者说他们的差距非常的小，然后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那个什么，就是说叫什么来着？15:17啊，就是说这个。台机，你想台机还有什么东西啊？台机有泰坦 X 帕斯卡，对不对？泰坦 X 帕斯卡，这个帕斯卡这个显，帕斯卡这个泰坦叉呢，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它比1080更加厉害啊。然后，那么。它也是可以接到我们这个扩展坞上面的，然后接到扩展坞上面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印象中，昨天这个地方呢，就看这个俯视整个夜空的这个帧数大概在100几帧啊，今天这个帧数130多，差不多符合这个，这个叫什么？接？什么？什么接啊？不懂，这位兄弟说什么？接泰坦 X，我没有泰坦 X 啊，我没有泰坦 X 帕斯卡，没有啊，你送我一个，怎么样？我并没有这个东西啊，并没有这个东西啊。大家晕吗？我就想问大家晕吗？我们等待警察。大半夜的，警察来得好慢。快点！警察呢？快点来！谢谢这个兄弟的牡丹花。警察呢？快点来！直升飞机来了。昨天1070，我印象中
这个帧数大概是50多，就是我狂扫的这个阶段，50多60，50多啊。今天 YG1080 啊，其实这俩差距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哎呦呦呦呦！来一个碰瓷的，这是 4K 屏吗？这不是 4K 屏，4K 屏已经玩过了。刚才 4K 屏我用那个全境封锁玩过了，用全境封锁玩过了，比昨天1070分数高蛮多啊。啊，谢谢你的牡丹花。这个帧数明显比昨天稳定啊！昨天40、50多、40多、50多，很常见的，在我这个用火神机枪扫的这段。然后我们看一下 CPU 的温度啊，60、50多，59。55，这个帧数很低啊！哎，这个那个什么 CPU 的温度很低啊！谢谢你的雄鸡，谢谢这位雄鸡。谢谢这位的兄弟的雄鸡。我觉得这个帧数还是，哎，哦。我忘了，无敌时间到了，GG 了。我们去线上吧，我们去线上杀杀人，逗逗乐一下。逗一下乐，线上。笔记本盖起来会影响。外接显示器会影响散热吗？这代基本没什么用，这代基本啊，应该说这一代基本没什么影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主播眼球追踪哪些游戏可以用啊？像这个育碧的一些游戏啊，什么 Assassin 啊，然后这个全境封锁啊，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个官网，搜一下那个 Tobii TOBII 那个官网，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有蛮多游戏的支持，有蛮多游戏的支持。那我们已经到线上了，我们已经到线上了，马上就要到这个日式大厦了。我昨天晚上好像杀了蛮多人，不知道今天进去是个什么情况。我看一下贴吧有没有人黑我。现在是4点钟啊，我们等会儿直播直接去贴吧撕逼啊，撕逼！那我们已经到日式大厦了。到日式大厦了，贴吧撕什么逼？贴吧撕什么逼啊？我觉得贴吧现在很多人黑新的机器啊，说我作弊啊，说我这个烤鸡降频啊什么这个肯定他妈的用了什么肮脏的这个手段啊去做这个东西啊？我说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先把我的801提回来，我们去线上看一看啊，我们看一看这个，还有4个人，大家看到没有？我的那个字是红色的，说明我杀了很多人啊。我们去开车去扔年代，扔年代。这兄弟在哪里？这个兄弟是不是在地下？啊，他在地下，打不着。不要惊慌，很多人喜欢这个屁股的，哎，我不需要惊慌，爱买买，跟我没1毛钱关系。那我们去炸前面这个兄弟啊！兄弟别跑，兄弟，离我近一点，走起！我操，好快啊！哎呀，我把自己炸死！啊，谢谢你的雄鸡，谢谢你的雄鸡。啊，用这个屏幕玩，我用这个采集卡玩不是特别舒服啊。什么时候？我把机器带回家，用那个什么玩儿，用那个 G-Sync 那个显示器玩儿。哎，有人来找我吗？Last Team Standing，不玩儿。哎，好像有人来找我。我这个开的英文啊，我不知道这个，之前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哪里啊？这个兄弟，哦，你干什么？你告诉我，这个兄弟，你告诉我你干什么？你想过来干什么？是不是？大家告诉我，按吧，按吧，按吧，按一下，他这个车就 GG 了。哎，哎，你还敢扫我？我在你之前我就先把你搞死。啊，对嘛，对不对？搞我，他肯定在打一些不堪入耳的这个话。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我操，这个火箭筒都过来了。打不中啊！这个，我操！我这个鼠标还是不太舒服。我想用我的 G502，我先用的大师的这个鼠标。他人呢？好像是这个啊。我们继续，浪的飞起，对，浪的飞起。有种别跑！哎，他怎么退了？他怎么退了？他退掉了。哎，他跑了没？没跑，是不是？好吧，实力配完。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那个外接1080，然后外接显示器，效率非常的高啊。然后我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游戏直播差不多。游戏直播差不多到这儿，差不多到这儿。然后这个视频我依旧会上传到这个 B 站还有 YouTube，我们照顾一下这个海外的，照顾一下海外的。接下来干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切一下圆，我们这边，
直播撕一下逼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贴吧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啊！我们去直播撕逼啊！不能忍啊！实力陪玩，啊，说得好。直播挂 CPU 超频了吗？最近可能都不超了。我上次我只测过一次，超到4.3还是4.4，没再超过了。超频之后再直播吧，之后明天或后天。因为我现在最近几天特别忙，我今天本来还有其他的活，然后这个忙得不行，忙得不行不行的，结果还是给大家来直播，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能直播就给大家直播，然后就像刚才那位兄弟说的，机器还有快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时间才能到。由于是才能到，那么我们先解个毒，给大家解个毒，觉得看得非常爽，就是说告诉大家这台机器有什么改进，有一些什么地方非常的好，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看一下直播，什么新人求教，如果1080p 分辨够13没什么问题。是中毒，不是解毒。怎么又中毒了？你中毒了，要不要直播解毒？哎呀，不行，这样不好。我一开始我就说了，主播不操粉啊，主播不操粉，主播不是操粉，主播是个好主播。哎，竟然有人直播我的搬运我的直播啊！阿尔法 R， 哎呀，对新出的阿尔法 R 很感兴趣，不就是阿尔法 R 吗？对不对？哎呀，来，我们切个圆，哎，我们切个圆，切个圆。切个圆，啊，切个圆。大家猜我这个机器是什么吗？猜这个机器是什么？这个机器，哎呀，现在只有20个人看了，只有20个人了。那我就先这样，大家稍等一下，我先把之前的录像保存一下。